Hello， 大家好，我是明德，欢迎来到一月一期的台湾绿色奇迹。那关于营收上或者上个月的游戏事件，我们就放到下一期的杂谈来讲讲，希望过年前是可以写出来啦。假设有你关心游戏，也可以留言给我，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跟个人的推荐建议，因为现在游戏啊真的是太多太乱了，实在很难每款都做到深度的评测。那话不多说，就开始吧。
最后结尾这边就献上一个一副看起来就是厂商代表来频道送头的留言。在我上一个影片啊，我可是讲了五款游戏哦，不妨你说说看是哪一款游戏讲的让你不舒服了，我下次一定会改进，更加大力度的去针对跟深挖。而且你这语文逻辑真的是堪比六岁啊，毫无战力可言，是不是 AI 用太多了，让智商都退化了？什么叫做不站在玩家的角度分析？我就是因为太站在玩家的角度，所以拒绝了所有的业配邀约，真的少在那边鬼扯主观跟喜好，体验本来就有偏好性的，就连你自己的留言都是个人主观的意见啊，根本就是奥莱亚给捧够。而且人如果是什么都能照单全收的话，那为什么还需要做什么大数据分析去针对目标做不同的广告投放？如果什么都好吃好棒的话，那你看隔壁的狗在吃大便，你怎么不跟着去吃？不就只是因为我没有像别人当你们的狗，还捏鼻大喊这家大便好好吃啊，大家快来吃。而且退一万步来说，为什么现在不少人都会先入为主的对手机游戏带有偏见？不就是因为你们把市场搞烂搞臭的吗？宣传文案是假的，素材广告是盗的，预约抽奖是骗的，圈钱跑路是真的，经典的撇开事实不谈，现在居然还跑来讲理了。想骗想偷袭，请去找韭菜跟你的业配好朋友，别在这边带风向了。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这边也先预祝各位龙年快乐，事事顺心。我是明德，我们下次见，拜拜。